这样一道水煮三鲜在酒店一般卖168，成本在80左右。活虾一斤35，鲜鱿鱼一斤30，猪腰条肉一斤30多，每样下个6两。肉片加盐、料酒、生抽、蛋清、玉米淀粉，腌制好，下清油，拌均匀，防止粘成一团。起锅烧油，煸香姜片，下豆瓣酱煸出红油，倒入黄瓜、豆芽，开大火炒香，加开水淹没食材，调料下盐、料酒、生抽，加少许白糖提鲜。配菜煮好，先捞起来垫盘底，保持沸腾，下肉片烫熟，烫至肉色变白即可捞出，再把虾烫熟捞出。别忘了还有鲜鱿鱼。摆好后，把汤汁倒进来，撒上红椒、蒜末、葱白末，油温烧到70，下干辣椒、干花椒，3秒以内出锅淋油。希望你留个爱心，不知道吃啥，随时来找国菜谱。抖音。